第二十拜，一心观理，十方世界，示现广长舌相，说诚实言，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，欲令众生闻彼佛名，发清净心，意念受持，皈依供养，所有善根至心回向，随愿皆生，得不退转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恒河沙数诸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在下第二十了，普里十方的佛。所以现在不仅仅是理极乐世界了，还要观理十方世界，十方虚空啊，中间有无穷的世界，在十方世界之中都有佛呀，他们示现广长舌相，十方世界的诸佛在示现广长舌相。三十二相里头有这个广长舌相，释迦牟尼舌头吐出来之后，舌头能整个挡住自个儿的脸。我这个舅父是南梅呀，他也有一个异象，他这个舌头伸出来能舔到自个儿的鼻尖儿，所以他一说法大家都很拥护的，称为南梅。讲经很多，也有著作，所以人称南梅北下。佛的广长舌相就是能自覆其面。现在阿弥陀经里头十方的佛现广长舌相，这个广长舌相就大了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。这就是说不一定我们要看舌头要这么大，就是佛所说的音声啊，说法这个法音呢，这个法音能够遍满三千大千世界。所以十方的佛示现这样的广长舌相，使得声音贯彻到三千大千世界，说诚实言呢，所以佛都是没有妄语，最真实的话呀。这个诚实言是什么呢？都在称赞呢，称赞我们的无量寿佛的不可思议的功德。所以阿弥陀佛是十方佛都在称赞呢。名闻十方，十方的佛都在十方各个自个儿的三千大千世界，对自己的一切有情在演说阿弥陀佛的功德。为什么要演说啊？欲令众生闻彼佛名，愿以自个儿本土的众生，愿以十方的众生都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字。听到了这个名字，大家就发起清净的心。我们不是一种染污的心呢，所以
很多使人动心的呢，是些染污的东西。现在是闻到佛名，闻到这个道场，大家发起了清净的心呢。意念受持，阿弥陀佛这样的功德，就意念阿弥陀佛的功德，这样大慈大悲大愿大力，这样子一向住真实慧大智慧呀，来为众生啊救度啊意念呢，而且要受持，要接受，要执持，要修持，要皈依。我们应当依止依靠阿弥陀佛，我们要供养我们这个供养。大家现在一般大家供养只是局限在交一些钱呢，献一些东西啊，上供啊，这样作为供养，这也都是供养。但是更好的供养是法供养，所以一切供养法供养罪。法供养是什么？你就是如说修行，就是最好的法供养。你发菩提心是最好的法供养，所以不一定就是要献这些呀，摆这些供品，摆些什么的。我以前在这些事情上也是相当执着，从河南回来以后就变化了，这些就看得是很次要了。所以这个供养是要有法供养。所以有人说，别人来送这些东西来结缘也是一种好心呢，你应当，我说，我是让大家把这一般的这一种的供养变成法供养，不就更好吗？法供养的功德大得多啊。所以我们供养也是如此，对阿弥陀佛供养也是如此。财物供养是不如法供养。如说修行，依教奉行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是真正的供养。你看，皈依供养，底下就是所有善根至心回向。所有我这些善根以至诚的心来回向，回向什么？就把我的一切功德都把它回转向于求生极乐。求生极乐这个求不是个人的享受，所以我就说，有人求佛就愿意现在得佛保佑，一切平安，一切吉祥，发财升官，死了之后我要到个好地方去，比别人还好，就是活的时候要好，死的时候要比别人好，只是一个为自己的打算，这个就往生不了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所要求的是利他呀，我要度众生啊，不是
就是为自己，都想到自己。这个你是可以得一点福，佛可以满你的愿，但求往生就不可能了。它是大圣法，它都是大圣，大圣都是利他，不是阿罗汉。我们说，为什么要求往生？就是我们要最快、最彻底来实现咱们度众生的愿望。我们愿意度众生，但你怎么度？自己还在水里头投出头沫，我要想把水里的人都救出来，这不是个空话吗？所以你自己总要会了游泳，你自个儿有了救生圈，你自个儿再有救生艇，再有大的船，你这才能真正的救人啊，苦海救人吗？所以到极乐世界就是为了这个吗？你很快的成功，你就有办法，你可以分身到一切世界，种种说法，种种救度，度无边的众生啊。我们往生是为了这么一个大事啊。再结合自己来说，我们多少生中，这一切，我们有多少亲眷？今生有亲眷，过去生中也有亲眷呢。今生对于亲眷的爱护，种种的，你前生对于你那个亲眷，同样是那样爱护，中间儿不过是隔了，如同演戏，那场戏下了，换了这场戏，你就把那个全忘光了，实际是一回事儿吗？你今生如此，来生你这场戏完了之后又换戏了，你这就全不管了。这些人里有很多在地狱中，在油锅那儿受罪，盼望他的亲人来救度，而我们正是他所盼望的人呢，别人还没有这种可能啊。那么我们就要很快的来成功，我们才能去救他，才能满他的愿呢。所以这么一想，我们就要精进了，我们不能够懈怠，实际真是这么一回事儿。那么这样的话，随愿皆生，我们是闻了佛的名，闻了佛的功德，才意念受持。佛就是多生多劫，为了众生种种的勤苦啊，成就啊，因此我们也愿意来救度往生。我们得到不退转，往生一定三不退转，乃至得到无上正等菩提，乃至于成佛呀。底下十方的佛是这么在劝导众生，这些佛有恒河沙数那么多，
我们在这儿一起，一同顶礼，顶礼十方的佛。所以，他这个法就是广大啊，是不是？大家看看，时间很短，文字就是不多，但是你这里所礼拜、恭敬、赞叹的各个方面都是很重要啊，很深刻呀，而且很广大呀。